谁呀？嘘！哎，看不看见小姑娘啊？没有啊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抓小偷呢。走走走。小偷？哎，出来吧。大哥，快带我离开这儿，这儿危险。上车吧。他们为什么追你呀？他们是我老乡，骗我出来打工。我拍下了他们的样子，直接报警就行。千万别，都是老乡，沾亲带故的不好。奇怪，刚才人说他是小偷，现在他又不让报警，难道？那我们送你去哪儿？去火车站，回家我就安全了。爸，我想上厕所。走吧，送你去火车站。行。谢谢了，前面就到了，给你准备点钱，买票去吧。哎，不用了，大哥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送给你。孩子的心意，正好里边有他们追你的证据啊。这个就不用了，拿着吧。哎，孩子的心意。真不。大哥，你别误会，这里面是他们的证据。